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今天回市里头来了，孩子马上上学了，这回让他收收心，让这个他这几个补课班啊、语言班啥的，让他回来上一上了。今天送我大姑娘来学，二宝这个外边玩，说啥也不进去，本来他也有这样课，抓不去。这骑自行车太累了，你爸他天天骑自行车。二宝再练一会儿，练快练会了。不管你骑吧，那卡倒。你先搁前头绑着我，到了这块吃太多，回小区的，回咱家的啊。到了就可以了，就可以自己平衡了。你放上手，说话别着急，别磕了。你把着他手，他自己蹬快哈，他就能。这怎么还都卡没了呢？这力还卡没了。走。他姐还有多长时间下课呀？还不得一个小时啊？那还差一个小时。不差吗？半个小时，45分钟。20多分钟。现在几点？50。6:20。这还耍不开，得骑。是，你俩刚才能耍开，都能飞起来。那才平衡呢。哎呦我天！你这骑车一拧屁股就下来了，歇会儿，怪累的。跟他玩我都累一身汗了。干啥去？开车。没开车，锁着呢。把车上啥也没有，有水，喝点水去吧。哎呀妈，又得小宝贝了！小宝贝，这啥东西啊？往后聊看。李俊凯，走，妹还在外面呢。走。俊凯，王子晴，王子晴，今天来了。没来。快走吧，回家。坐好了啊，准备回家了啊。爸爸，我不给他拍，就说我高。真自私。姑娘上学今天学的挺开心吧？对呀，爸爸。啊？我就自己得了，给我自己得的，然后谁就说我自私，我不给他。立马下回咱上咱也得啊。我没办法把我他自己就扭扭歪歪的自己就学会了。回家了。呀，我给你找着你的熊了啊。到了，我这一猜哈，你们回来这么晚哈，就得整点串去。我都把这菜都热好了，都快凉了。你这正好那温度吃，正好那温度吃。这孩子馋的不行了呀。没吃过呀，一袋儿的，太香了，我放菜都闻着太香了。拿凳子去，拿凳子，然后爸把汤都热好，热完了，白菜汤，整了点白菜豆腐汤，这饼软和，行哈，不用热了，就这么吃。好了，闺女，凉凉行。吃完饭还得抓紧写点那个字儿呢啊！别喝我的，没喝你的，小妹，你姐没喝你的，快赶紧的，洗澡好了，上头摸啊，没有啊，没喝你的，没偷摸啊，别睁眼睛的，就买火腿肠豆皮儿啊，那还买点肉串，小肉串，那他俩就得不得整点他俩爱吃的，对啊，行吃吧，真馋了，你真馋了。你真不是一般的馋了，是吧？妈妈，这个肠是怎么馋的呀？没事，你不用管那个。你妈妈俩吃个大馒头，今天吃个这种大馒头。你知道那叫啥吗？拌面干粮。那叫碗坨。不知道，管它啥呢？不知道，管它啥呢？能吃就行。吃饱就行。对。现在准备要吃晚饭了，挺长时间没搁家这吃饭了。一个多月了。
今天视频就到这嘎达吧，明天再见。